你用 iPhone 发信息嘅时候，有冇觉得唔方便呢？成日打错字，仲要来回切换标点符号同输入法。而家只要你用 Dragon Dictation 声龙听写，你嘅 iPhone 就会听晒你话。打开用户界面之后，首先按红色录音按钮，录入你想讲嘅说话。Coco， 星期六去唱 K 好冇？听日六点钟，尖沙咀地铁站 B 出口等啊！今晚要 OT， 唔使等我食饭啦。系统即时将你嘅语音转换成文字信息。Angela， 逗号，我依家翻紧 office， 逗号，通知同事等我翻嚟开会啊。句号。无论你系想要发送短信或者系邮件，都可以轻松一键完成。你仲可以即时更新你嘅 Facebook 或者 Twitter， 就系咁简单，马上信息就发送到 Twitter。Dragon Dictation 声龙听写仲可以应用喺 iPad 上。老板班机听日晏昼两点钟先到，逗号，唔该到时安排司机去接佢机啊。句号。马上去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ragon Dictation， 即刻搜索 Dragon Dictation。我的 iPhone 听我话，你的呢？